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、居士早安。阿弥陀佛。祖师们说，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在佛的一教经里说，要四心打本。四心打本，真正要了解我们的心。如果不了解我们的心，我们到底在修什么呢？不太清楚。所以说我们发学佛发心的动机非常重要啊！你发什么心，修什么恨，得的结果是以发心为出发点。所以说我们发人贴善法的心，修真发真上的心。据说人说下士为求乐，我们只希望修行学佛求个快乐。什么快乐？世界的快乐。那不管你修什么善法，念佛念法念身修善积德，最后得到的只是人贴善果啊！注意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。愿是最初的开始，有愿以后有行，那行就是来满这个愿的，最后行结果了，那就这个愿得到了最后的报果德。如果我们生出离心，那你所有的修行，不管是念佛念法念身，你就是念华严恨华严经，念法华经念般若，都是得到解脱果。那我们发了菩提心，然后所有的修行到最后的结果是得的菩提果。所以说我们的发心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发菩提心修人天善法，那你所有的人天善法都是成佛之因，成佛之因。所以说在这个特别是华严中的原教人说，叫原人说法无法不原，方人说法呢，方人学法呢无法不方，别的人呢，所以说发心很重要。但是发心也要小心，我们一般说什么是菩提心啊？是救一切众生的苦难，治他，同时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众生的苦难你怎么看到呢？如果你对自己的苦难都没有看到，你会看到众生的苦难吗？看不到的。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几乎就是一个大的出离心，把出离心从自身推广到他人身上，使自己出离也祈愿他人同时出离，出离生死，就证圆满佛果，这才是菩提心。所以说菩提心的内容不能是一个空幻的内容啊。所以说我经常说的这个金刚经里边经常讲说，我们要发菩提心，佛是要教我们如何迎合因住，迎合降伏起心，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心上？要住在菩提心上。那什么是菩提心？要令一切众生皆入皆依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问题，我们有没有涅槃的经验？我们能有没有这个技巧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然后把众生度完了以后呢，没有众生可度，因为有如果有一个众生可度，就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不是真实菩萨，也非真实菩提心。
那你这是一个世界的想法，啊，这是非常重点的。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学佛，特别是大乘行者，千万不要唱高调，不要空来空去，空中来空中去，都在坐飞机，到最后没有飞机场，飞机怎么样，摔下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啊，一定要小心这一点。所以佛也看到了这个问题，那普眼菩萨就清清楚楚地观察了众生，有些众生确实可以直论见性，不谈禅定解脱，言下就悟了，就成功了。如果我们是这个机呢，那我们这些方便这些见智都可以放下的啊，都可以放下的。如果不是这个机呢，那我们就虚心的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小开始，从小到始，到中到顿到圆，这是华严祖师们给我们设定的修学课程，并不是给我们区别说小的不要学，死的也不要学啊，啊，死是开始的死，不是死掉的死啊，哎，中也不要学，顿也不要学，我们直接学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华严菩萨就告诉我们，由无始以来已经修了多少多少次的多少多少辈子的人，可以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可以悟入。可是我有时候经常用这句话来检验我们自己，或者大家自己检验。六祖大师只听了人家一句，客人在房间里念，他在卖柴火，听到客人在念因无念金刚经的时候，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突然有所悟入。那我们不要说念一遍，你们念三遍看看，或者我念三遍让你们感觉感觉，是不会有毛孔疏离，或者是这个痛哭流涕，或者是心生欢喜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如果没有这个三种感觉，那就从前面开始。这是大般若经里讲的，说是不是大乘根器，是不是顿根根器，学大般若的人有一种真相，一种是闻了大般若的教法，一切法空的教法，是痛哭流涕，觉得从来没有通过那么干脆直接了当的法啊，像那个须菩提一样涕泪悲喜，我看我们鼻涕都流不出来，还要流眼泪。二一个呢，毛滚竖立，好像那个毛滚都是这个竖起来的感觉，就那么好的东西，那么好的教法，你看这样感觉。第二种真相，第三种真相，听到了知笑，师父边在讲，或者一直在经在一直在念，嘴巴里一直笑，那个嘴巴笑不是嘴巴笑出来，是心里笑出来，一直在傻笑，绝对不是那个职业的笑，你到白佛公司那个职业的给你笑，那笑的都是皱纹，我们那个法喜的内心发出的笑纹没有皱纹的。有这种感觉，那就是我们是学大乘佛顿根顿基的人。不是的话呢，他说如果这三种感觉都没有，如果善于听善知识的开导，依的教法次第修学，也可以入大乘根门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，特别学大乘的啊，这个是我在这么几十年的过程当中，我真的发现有些人说了一辈子的大话，到最后我跟你讲做都做不下去了啊。有些老居士念了一辈子的佛，到最后佛号念不起来，听到佛号难过。我在旧金山有一个老居士，一辈子学佛，跟那个学这个净土宗的那位大法师，跟那是皈依他的，到最后老的时候念不起来，一直想往外走，一直哪里有道场哪里有法会他就去跑法会。我问他你做什么，因为我去美国他非常扶持我啊，经常来看我。后来老了我就说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看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他说法师念不下去哎。我觉得蛮可惜的啊，非常难过。为什么念不下去？心里慌，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一直念佛号掐不下去，掐不下去。那我每次在，我也只要在旧金山讲课讲经，他每堂都不缺课，
那我在上面讲，他在上面低头，低头就不是睡着，而是我讲的什么冥想什么，他都懂。哎，我要是记不住的，他都记得住。可是到最后，他自己亲自告诉我的，念不下去，提不起来，那个信心提不起来，为什么？不按次第走，只是跟着念就可以了，念就可以了。那一把面粉呢，只是撒在水上，没有办法沉淀下去。我们要把这个面粉，要跟水和，用我们的手把面粉软成面团。你看看丢在水里，它沉不沉淀下去？它如果还糊着，还浮在上面，那你有功夫了，那是神通。它如果沉得下去，那就是真正的功夫，是不是如此？所以说我们在学法当中啊。我们已经出了家了，那个真是非常难得。我走遍天下，还是觉得出家最好，没有比出家更好。穷的人有穷的苦，富的人有富的苦，没有不苦的。只有我们出家人知道是苦，可以放下，可以放下。哎呀，这个世事俗世乱如麻。俗家的事情是乱如麻一样的，解都解不开。哎呀，我们终于在文殊菩萨道场，要把文殊菩萨的戒一戒下去砍断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出家了。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互相珍惜的，能够出家非常难得，非常难得。那我们出了家以后呢，既然那么难得，难道就把那么珍贵的一辈子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唱个高调，每天唱个口号就过去吗？那更加的对不起自己，不是对不起别人，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。我们出家了，连父母都不孝顺，不用去孝养了，在这里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我们不出家还可以孝养父母。如果出了家，我不是真正的按照佛的教导，从发心开始，要发真上心，发出离心，发菩提心开始的，那真的是浪费时间，很可惜的。所以普贤这个普贤菩萨看到五佛跟文殊普贤两位大士所说的法，那都是顿悟法门，这是细心大本，真是直指人心，直指人心，告诉你，你就是佛，你如果信得下去，那就能够圆照清净觉相，一词永断无明，生死可断啊。那我们这个普贤菩萨非常的慈悲，看到了在佛的开示之下都能够见到圆觉的，证入圆觉的，可是有些还坐在那里默然的，以及想到我们未来的众生没有办法亲自遇到佛当时给我们开示啊，没有办法遇到这样，所以那我们这些初心的菩萨，刚开始初学的，然后我们末世的这些众生如何下手呢？如何入手呢？所以说这个普贤菩萨这一章就是我们如何开始修行的进入法门，也可以这样说，当我们圆教没有办法悟入，顿教也不行，宗教还没了解，死教还没开始，那我们从哪里开始？从小开始。所以说从小乘开始，一般人说小乘开始，但是我们能海老法师他不讲小乘，他说不用讲小乘，其实他是根本乘，佛法的根本，他是根本的佛法，佛法如果没有这一点，没有断生死，没有处理生死，那佛法的基础没有了啊。所以说这个佛这华严的五教，第一个小，小是什么？有烦恼，有生死，有菩提，有涅槃，就是有教啊，一切有因有果，确实有修行的法门，依着法门修行啊，有修有正有德，没有错的，就从这里开始啊。如果不从这里开始呢，就说没有正的方便，以及没有正的思维，就是听了佛所说的圆觉三昧、如幻三昧，心里还是非常的迷闷，不了解的，那与这个
就近的圆觉陀罗尼呢，也是不能误入的，啊。所以佛啊，这个普贤菩萨对佛说啊，你越明越世尊呐、啊，你再兴一次慈悲吧，再发一次慈悲，为我们等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。所以这个假字用得非常好，啊，佛所说的这些有生死可断，有涅槃可成，有法可修，那是假说的，啊，那就是一幻，幻幻法门，所以说假说方便，不是真的，真的不用说啊，真的不用说。所以当时这个六祖大师后来到南方弘法的时候，别人问他说：“那你在五祖那边学到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只论见性，不论修行解脱，不论禅定解脱，只谈什么见性？见什么性？见佛的本性，见圆觉自性。所以他悟的什么？悟的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身具足万法，何其自性本不污染。这是他悟道的，也是正德的，啊，只讲这个。至于禅定，至于有修行的方法法门都不谈，怎么教你教坐禅也不讲，没有讲这些东西。哎，所以在禅宗的有些语录里边，别人问说善知识啊，那我看你要教我怎么打坐啊，你这里怎么修行啊？他说我这里没有这些邪的家具，邪放在那家具没有，我这里只告诉你直指人心，见人情，见性成佛。问题是我们现在直指了以后还是不懂，又落入语言思维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开始啊，心没有办法直接见性，那就开始调身调心。所以我们修行的人按照智者大师小止观也好，同盟止观也好等等，他都要看叫你要调身调息，调饮食，调睡眠，这样开始的。所以我们出家人，有些人出来一辈子家，没有遇到名师的指导，确确实实修到最后，饮食也不会调，睡眠也不会调，该睡的不睡，不睡的不偏偏睡，啊，然后呢，该吃的不吃，不该吃的偏偏吃，身也不调，心也不调，修到最后变成阴阳怪气，啊，这个我看的蛮多的，蛮难过的。有时候变得人性扭曲，压抑自己，不知道用理去疏通，而是用强性的用如石头压草，压到最后草也压弯了，啊，身也不知道怎么调身，禅坐不知道怎么调身，念佛坐那不知道怎么调身，这很大的问题就在，有些人做出一身的毛病，气血不通，啊，特别男生女生年轻人。我们还好，男生跟男生可以讲，女生我们没办法下手，所以你们要发心自己去啊，对女生要自己，你们女生度别人方便啊，我们年纪不够大，才80、90岁，那随便讲可以，现在我们都差不多年龄，怎么能讲？有些东西是很世界上我们还不能违背啊，非常尴尬的。所以你修行从哪里开始修？身心嘛，哎，我们要照戒无蕴，无蕴是什么？身嘛，心嘛，先身如果不调，能调身能调心吗？不可能。身是什么？生理状况嘛，这是最基本的要调的嘛。还问到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，要更忌讳啊，也老和尚就是懂，他也不跟你讲啊，那小和尚闷了一辈子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身如果不通不调，你心能调吗？不可能。我们现在是身心两个是互相交叉在一起，缠在一起，脱都脱不开的。所以身调则心调，身不调则心不调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原先我们譬如说我们一辈子，我们这个出了家啊，汉传佛法是吃素的，这个吃素的人蔬菜寒性多，吃了寒，体液寒，体虚体寒，不知道怎么去调饮食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我们吃素要会吃，然后身体吃的才好。不过在座的都很好，脸上都苹果脸，嗯，没有像一脸的菜色。哎，有些啊，真的是哇，那个出家师父啊，10个出家9个胃病，为什么？不会调嘛。胃属于什么？在《黄帝内经》来说，
胃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五大这个那地水火风里边属土，土什么？土怕湿，我们的蔬菜都是湿的，湿冷的东西，所以胃刚好怕湿，一湿，你看泥巴一湿不是拿都拿不起来，那你看东西的都往湿边流，这个胃湿掉还有用啊，所以病就来了，是吧？胃一湿就虚火上升，这很奇，这个都是连环的动作。所以说我们如果有机会啊，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时间，医学东西要学一点的，最起码中国的中医，读读《黄帝内经》，了解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气候如何调身、如何调饮食，不是我们追求饮食，而是以饮食来滋养这个色身，没有色身是不可能修行的，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虚火生、虚火还是实火，这都要分辨，啊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修行最基本的东西，还有睡眠，睡眠也要调。睡眠调好的话呢，那你整个修行起来，哇，那就是像火箭一样的。睡眠一调不好，那完了。早上你看到起，早上不该起的时候起了，啊，然后呢，念经的时候呢，就摇摇晃晃了，啊，我以前我也看到一个老和尚，还很有名的老和尚，在那里做功课，做的当中就这么，就这样。别人那个他的弟子呢就吹嘘了，说师父你看我们师父在入定了，哎呀，他一到那开示，一坐上开示就开始讲了一半就睡着了，师父说你看我们师父在入定讲法，这说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佛法搞得这样子不是一片鱼吃鱼吃吗？是不是该睡就睡嘛，啊，该说是睡就是睡着了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不要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句话，不懂不可耻，装懂可耻。哎，装懂可耻，不懂没有关系。人不是生而知之，我们是学而知之的。啊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要了，非常的了解。对身要调，然后对心要调。心调从哪里调？从佛的开始，从善知识引导，正知正见的树立，对世界的观察，对因果的确认。这就是调我们的心的，心调了，你反过来身也跟着调了。所以现在西方人的医学啊，非常重视心理治疗。他说我们真正生理的病只有三分，心理的病才有七分。哎呀，一有的病啊，一小病本来没关系，人家说哎呀你不行啊，你要休息啊，然后再碰到就你不能不做啊，你会生病啊，哎呀，好了，三个人一讲下来，小病变大病。就变成这样子，啊，所以说心跟身又是互相交成、互相交涉的。所以佛为什么说我们称佛是大智慧的人？佛给我们说出的真解，世界上没有一法是离开缘起的，一切法都是缘生的，身影响到心，心影响到身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还有我们修行。我们修行说，我们一般如按照道教来讲说，我们修行人呢，啊，要阴阳要调。什么叫阴阳调？不是男女关系，而是自己本具阴阳。我们身上有一股阴气，有一股阳气。那我们的阴气阳气呢？我们阳气呢变虚的，阴气呢变是沉的，阴沉沉的，那都不是修道的东西，好东西。我们要把自己身上的阳调成正的，啊。我们一般说道教说要纯阳，阴呢要变成正阴，不是邪阴。那怎么调呢？按照这个我以前的老师告诉我们，要把自己的身体的阳调起来，最好的方法发愿，发菩提心，为常住做事，那个阳气就阳刚之气就往上升。男女都一样，都有阴阳的，不只是男有阳，那女的没有阳，都一样的。阴的呢，要正确如理的思维，那个不是闷在那里想着怎么样打主意害人的，那个是邪阴。我们在这边发愿，然后正确的思维，依佛的如理思维，那都是正阴，纯阴。纯阴纯阳一调的时候，你身体阴阳气调，身体
精神就够提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中国的本土宗教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不是没道理的。那我们佛法不讲这个东西，但是它的过程如果真实修行，按照方法修行，如法修行呢，这些过程都会在你身体里如实的显现。我们只是不执着它，但这个形象有没有一点也不少啊，一点也不少。注意，我们这是带一下啊，不讲道教，但是道教我们千万不要诽谤别人，人家可是真正修道的啊，真正修道，他是一练身，虽然他知见不正，可是练习的方法、练习的态度、精神，那是孜孜不倦的啊。那所以说练身主要，他还练的一个，练到一个长生不老的身啊。所以吕洞宾我们就吕纯阳，后来被黄龙禅师度了。黄龙禅师说，你这是一个守尸鬼，守尸的鬼，就是你别变成长寿啊。他说我这个身体里有金丹，你这是守尸鬼而已。后来就被度了啊，后来他也修禅，悟得了真正悟得了心性，那才从身转成身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些呢我们就是顺带讲的啊。这些如果说我是你跟着传法出，那就细了啊，这里边东西非常多。那我们中国这个传的藏族佛教传到中国来的密教里边呢，一样，他非常注重身，非常注重身的修行啊，非常注重身的修行，他要讲气脉明点，那不就是中国的道教的东西吗？异曲同工。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啊，中国讲的任督二脉，印度瑜伽传到这个印度瑜伽，然后印度的密教传到西藏以后，讲的是五轮三脉或者是七轮三脉，异曲同工，没有什么两样的啊。所以这些东西不通，那你的精神就没有办法集中啊。但是如果这一段通了，你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，没有师父的善于引导，那你就变成一个守尸鬼，就停在那里，一天到晚在搞这个气脉明点。有一点通了啊，通了，给师父说我通了，师父说你什么通了啊，一天到晚在这上面着了，又成执着了。所以说为什么说学佛修行真正难，就是陷阱很多啊，陷阱很多。不知道境界的时候，与明明是不好的境界，你以为是好的；明明是好的境界，你是觉得不好的，啊，是这样的回想起来。那我们再看文，看文。尔时世尊告普野菩萨言：“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，问于如来修行见次，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”时普眼菩萨奉教欢喜，其诸大众默然而听。佛答应了，佛也确实看到有一些不同的根基的人啊。所以你想，我们大家如果读经用心去发现的话，在佛的一个法会当中，佛是说一样的法，可是反应不一样，效果不一样哈。有些人发了菩提心了，有些人得了法眼镜了。什么叫法眼镜？法眼镜，法眼镜，我是配了一个眼镜的，就是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什么？看清楚法性。那法眼镜分两个，你是大圣的，还是我们说根本乘的？根本乘的就是法眼镜的，见诸法无常；如果是大圣的，法眼镜的见本具圆觉佛性，大家分开来的。所以这个佛只说一句话，但是反应不一样。那我们在座人们也一样，有些人听到说说的不错，有些人乱说，这很正常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以后去讲法也好，去做好事也好，不要想每个人都赞叹你啊，你这样想就痴心妄想。当别人赞叹你的时候呢，你也不要太高兴，假的；当别人说你不好呢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也是假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看什么人讲你不对，看什么人讲你对。全部都不懂的人说你对了，你不要太高兴啊，他不懂的
那个很懂的说你不对了，那你要赶快谦虚，赶快下去给别人顶礼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佛说啊，对普贤菩萨说，善哉，你真的是一个大菩萨，好菩萨啊，好菩萨，你能够为菩萨及众生问于如来修情修行的见次，真正是要入次第修行了啊，次第修行了。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讨论的是，我们次第的修行啊，极稳当又快速，真正是极稳当又快速。你如果跟着一个老师以后，我这是我自己的经验，你们如果以后真正自己跟到一个好的老师，你最起码要跟他5年10年，好好把在他那一套修行方法全部来学到，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参学。如果你没有学到这一套，没有学到自己修行的那一套方法，你以后如果到处去参学呢，参到最后都是个半吊子啊，都是个半吊子，而且呢那个瓶子里一半的瓶子都特别响啊，特别响。所以我自己学习学佛呢，有一个理论叫轴心理论啊，轴心就像我们轮胎轮那个车轮有一个轴心，你要自己有一个思想，有一部经一部论，一个法门修行作为你重心的点，作为你安心立命之处。这个时候对自己一部经一部论一个修行法门有所契入啊，而且呢修的讲的思维的非常的熟练，可以说是滚瓜烂熟。这个时候你再去参学其他的法师，去学其他的法门，万法都被你所用，被你所吸收啊，你就是法王。而且你不管去听那一个法门，你的轴心都不会移掉，而且你只会吸收别人的长处，才补助你的不足处。那就佛说，那就像鹅王喝那个牛奶，那个鹅在水里边，鹅王在水里边养，那个主人要倒牛奶给他喝，倒在水里边，牛奶倒在水里边，那个鹅王的嘴巴一下去，只是喝牛奶不喝水，厉害吧？我们也要学到只喝牛奶不喝水。你知道我们一座经讲下来有多少水吗？我经常说我们讲经啊，2个小时下来很多都是废话，不讲废话不行啊。啊，那个不讲废话，我们这个2个小时不知道怎么填满呢、啊，然后敲一个正堂墨就下去了，好了，啊不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话都是废话，但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在废话当中剪出这个好的东西来，那是很重要的，啊，所以说佛说要问于如来修行次第见次，思维住持啊，注意修行的见次里边，第一个叫思维，二一个如何住持，你思维。是如何进入佛的教授，如何思维，思维以后你产生一个决定见解，产生一个判断，那你如何去保持这个判断，这是思维的。那如果说你修行的一定的境界，如何你要保持这个境界，而且保持这个境界能够继续的往上，继续的扩大，继续的使它成熟，这是一个住持的方法啊，这是住持要方法的。你已经得到初禅了，你如何保护初禅，不要让初禅失掉。我们的禅定修得会失掉的，但是你的禅定如何让它保持，然后初禅能够进入二禅，进入三禅，进入四禅，这都需要方法的啊，这都是方法。所以乃至假说种种方便，我现在呢要跟你说了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的，就说佛说对普野菩萨说，你们呢你现在要谛听，那这个时候普贤菩萨及其一起来的这些菩萨们，以及我们现在的学佛人，好，心里非常的欢喜，开始听了，听下面了。善男子，彼心学菩萨及末世众生，欲求如来净圆觉心，应当正念，远离诸患。先于如来摄莫他行，坚持境界，安处途中，演作净事。好了，佛把方便说出来了，要依如来摄莫他行。摄莫他是什么意思啊？
子的定义是什么？将心安住于善所缘境，使心不流散，不妄动，心里生起，身里生起，身清安，心清安，名字正色目他。这是瑜伽师地论里的色目他的定义啊，这是定义。所以这里边呢讲到要安于，要住于善所缘境，所以修色目他一定有一个所缘的境，这样才有办法。所以能修的是我们的心，所缘的一定有一个境，没有所缘的境，你色目他无从现，无从修起啊，无从修起。所以说这一刻呢，是佛对普贤菩萨开始说方便善巧的法门了。这一篇啊，大家好好的认真，以后自己修行，不管是用什么方法，念佛也好，修禅也好，持咒也好，不管修什么法门，都不离这个修行的次第，修止开始啊。念佛你能够执持名号，执持就是色目他的方便，执着，持保持，着的把这一佛号抓住，持不要让佛号丢掉。抓住是执，持是什么？惯。没有惯你也念不好佛号，没有止，那你根本就没念都没念，没有持保持，没有扶持你那一念的心，谁去扶持？观照啊！所以你没有这一念的心，你的念佛也念不好的。所以佛说，那我们末世众生要想次第修学怎么办呢？要想证得净圆觉心，净圆觉心是什么？圆教的大圣。我们要想修的这个，那我们准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正念，从远离诸患。如何能够达到正念远离诸患？先依如来色目他行，修止开始啊，修止开始。那修止的人，修定的人应该要什么样的资粮呢？坚持境界，要什么样的环境呢？也做净事。如果你有徒弟的话，你有法眷的话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安处途中，不要让他扰乱你的修行。安处途中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说我们如果有十个人共修，先把规矩立下来，行住坐卧语默动静都有皈依仪轨，但是有一个准则，都不要动到，都不要打搅到人家的道心为原则。所以说你走路的时候，你要捏手捏脚，你一定要不能用脚跟陆地，先用脚尖陆地，你走路才不会打搅到人家。你关门开门的时候绝对不能有声音，这都是原则呀。很多人不懂修行的时候啊，一共修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就可以，你不修行啊，看不出人家的毛病，看不出那习性。你一开始信说修行啊，马上每个人毛病就浮现出来了。有些人从来不管别人的感觉，门咔啊，一放手啪就刮回去了，不想到别人的，这都没有住过丛林，没有住过丛林，没有被打过香板，你一看就知道是心学菩萨啊，心学菩萨。连我们男众啊，女众我不知道啊，男众连上厕所都要规矩的啊，一听一看，一听到你的声音，你觉得这个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上厕所不懂规矩啊。所以这些都是事项，这都是事项，都是方便，没有事哪有理呢？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们懂理就可以，不用有事，那个不是菩萨，那是空妄的人，狂妄的人啊。所以说我们应该第一个要做到离念。如何能够达到离念？先修色目他。那我们先知道什么是正念啊，什么是正念。在大智度论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有念是魔业，无念是法印啊。有念的话那就是魔业，无念呢那在于法印相应相合。所以说这个正念应当正念，所以说我们的念要无念才能够法印合。有念是什么念？妄念。
有所攀援，有所直取，那都不行。所以说你没有正念，你就没有办法证得圆觉心。那如何达到圆正念呢？下面它是连环的，要远离诸幻。为什么我会有念？就是幻念。所以你诸幻远离了，那念就正了。所以说无念才之为正念，无妄想念，无虚妄攀缘的念。就我昨天给大家讲的达摩祖师的第一句叫摒息诸缘，要把你心里攀缘的心停下来。所以在阿含经里，佛告诉我们学者弟子们说，我们说要解脱，大家知道解脱哪一方面吗？解脱到底解脱什么吗？我们说解脱生死啊，谁把你捆住了，捆在生死里边呢？是哪方面把你捆在生死里边呢？佛说两方面，一是外境，二是内心。外境的种种的环境一直的往里边，往你的六根门来渗透，因为你不知外面的境界是无常，是苦的，是无我性的，是变化的，是不实在的，我们不知就无明。二一个是内心的烦恼扰动，随时将去攀援外境，所以外不认识境界，内没有办法调心，没有办法助心。所以我们的心由内攀援到外，由外渗透我们的内，故此这两种法，因为不了解故，我们会不得解脱，因为心不得不调故，所以心不得解脱，故此说流转在生死里边。所以我们要解脱哪两方面？就解脱第一，解脱我们智慧资历，对外境要升起确实的了解跟借鉴，确实看到有直接的经验一看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用心去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，有没有一件事情离开因果，有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因缘升起，有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升起就灭掉的。当你发现到了外破了无明，然后呢，因为外破了无明，所以无明破心就开始定了。既然是这些东西，就是我们有无量的习气，有贪有嗔的习气，我们也可以慢慢的给予奢摩他的力量，可能降服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当我们外解脱了无明，认识了一切无明境界，内心不随境转，心能够非常的安定，这个时候心解脱，身解脱，这个慧解脱，慧解脱，解脱无明，心解脱，解脱烦恼习气。我们现在心解脱不了，为什么？心是被烦恼缠着走了，贪心要带你心，你都变成贪心，带着你走，你脱都脱不开，离都离不开。当你烦恼心升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哎呀，血脉膨胀，为什么？自然的，这就是因果，这叫做缘起，那这个，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是这样讲，那在起训论里面呢要这样说，要离念想就正念，离念想，心里凡是有一点一丝的念，有一点一丝的见，那都要离，都要离，这叫离，远离虚，远离诸幻，离念想者等虚空见。当你的念想多离的时候，圆觉净心，净圆觉心就显现了。等虚空界，这个虚空界指的是佛性，指的是如来，指的是实际，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说他这个论里面有一段文说，众生不明为觉，因为从本以来念念相续，未称离念。所以我们现在做到离念是非常难的，做到离念是第一步功夫啊，所以说修行做到离念啊是第一步功夫啊。那你怎么离念呢？所以为什么净土中要念佛号呢？以这一句佛号来代替其他的念头，叫一念离万念，修止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现在只能有一个方便的方法，以一个念，这个念让你这个念呢，让在你的心相里边，在你的心影里边产生一个非常明亮的亮点，把你所有的心思专注在这个亮点上，其他的念
都变成什么暗点，不会去跟随了啊。先做到这一点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这么难，为什么要这些方法？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惯念念相续，念念相续。你说我们坐在那里会不会不想呢？从来没有不想过，只是想着自己不知道，因为你自己没有一个觉念，故此自己的想妄想当中也不发现。为什么我念经的时候才会念，才会知道有？为什么禅坐，为什么念佛，为什么修行的才会觉得自己有妄念？这个时候你觉念产生了。大家如果住在我们以前住的农村里边，那个墙壁啊都是用木板的，所以木板都有缝，对不对？木板有缝。我们在房间里，你看我们现在有没有灰尘呢？你看到吗？看不到。我们以前，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木板缝里边，太阳一照进来，一束光咻照进来，哎呀，没有照到的地方呢都是平安无事，照到的地方那一束光里边啊，那是群魔乱舞，都是灰尘。如果没有这一束光明，你看得到灰尘吗？看不到。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平时发泄不到自己的妄念？因为你整个都在妄中嘛，对吧？现在为什么念佛修持的时候你觉得妄念来了？那你提起一念的决心了嘛，这一念决就让光明进来了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说我们从本以来，从无始以来就念念下去，从来没有离过念，你怎么能够达到正念呢？所以佛在跟我们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想离开幻念，想离呀、啊，你那一念想离的想也是妄念呢、啊、那怎么办？佛说那就我教你吧，我从开始来就修的奢摩他，所以前面一个奢摩他，前面叫如来奢摩他行，这是一切佛都要修的。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讨论说，有人说我们念某某修哪一个法门不修奢摩他毗婆舍那，这个是有违背佛的教授的，是不是啊？要升起决定见呢，要升起非常决定的见解。所以我们的正知见从哪里开始建起？就在闻思修当中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知见，到时候九条牛都拉你不动，那才叫做决定的圣洁殊胜的见解。没有决定的殊胜见解，别人一讲就弯了头了，就转了方向了，那你一辈子都在没有方向的走路啊。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小心啊，特别要小心。所以说那我们这个修奢摩他是做什么？就是为了离幻，就是为了离幻，离幻才能够正念，正念才能离幻，这是究竟来说的啊，究竟来说。因为如果外存有法，一定内起缘念，这个是肯定的。所以外面如果存有一点法，我们内心一定产生缘念。为什么？习惯。你外面供了一盆花，我心里马上升起一朵花，你挡都挡不住，习惯啊，习惯。所以我们修行的开始，第一步的开始，佛说的那就是以止为首要，修行就是以修止开始的。真正要进入修行，就是修开始修行修止，就止观修行啊，这是修行的实修的法门啊。进入实修就先修止，因为众生一向都是任我们都是妄想攀缘的，所以念念生念没有暂时的停止。我们现在呢就要想个办法，想个办法离念，可是这个离念不是一下子可以离的，所以一定要想尽办法，想一个前行的方法，做最初的功夫就是修止。先把你妄想心，先把你妄念，先把你攀缘的心停下来，停下来。那只有一个方法代替，一个法代替法啊。小孩子一哭了啊，那个东西妈妈要用拿走了，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妈妈拿另外一个东西给他，是不是如此啊？有没有看过？就是这样子，代替法。我们现在的心一直在攀缘的外境，攀缘的外境，哎呀，到处攀缘。那这永远攀缘，你永远看不到真相，永远没有办法证得清净圆觉，那怎么办呢？佛就给你一个东西，哎，这个给你，啊，这个也不错，就抓着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修止呢，按照天台家讲呢，修止有三个止，啊，就三止、三观、三替，啊，天台宗的想法。那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讲天台宗？那他对止观的讲话呢，非常详细。
啊，讲得不错。那现在如果还有其他的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呢，有机会遇到南传的佛法，就是我们这个根本的佛法呢，它对于这个修止的法门非常的完善，非常的原始，保存了原始原味的东西。如果以后有机会碰到呢，那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实际修持，这是初步的功夫，千万不要说啊那是小乘，这不是正确的，不是正确的讲法啊，不是正确的讲法。我们没有小哪有大，如果有大大动作没有小的话，那是大吗？不是大，对不对？这一定要清楚。我们要走100里路，这100里路才能够走到目的地啊，目的地。那这里100里路那边有小的有大的，你说我这个我70里路就够了，你30里路那是小的我不要，那你100里路还没走到底，还是走到70里。那以前我跟老师学学这个密教的时候，我们密教里边有修行，也有次第，修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，先要修升起次第，修行次第就修什么？修止，修止，先要关起来，把自己当体关成是本尊，把自身关成是本尊，以这个本尊作为你圆念的对象，一心圆心，啊，一心圆身。然后再修观的方法，观这个缘起的身也是你关起来的，是真的吗？关起来的东西是真的吗？不是关起来都是假的，关起来还是真的吗？当下就证了空性，就是从空起假，从假入中，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，你问他你是不是阿弥陀佛，他不相信，我不是阿弥陀佛，连这个心量都没有，你可以代表一切佛法吗？很难啊。所以讲到这里，别人又有这个有意见了，没有，不要有意见啊，这个是很正确的。昨天那个同学我真的非常感激他，因为讲法当中平时有时候讲话，特别是我讲话太多，有时候没有斟酌过，讲话讲的比较随意啊，有时候会讲那个，但是确实是如此的啊。所以说以前有，我昨天就跟同学讨论，我们中国的禅宗说这个一句话一棒一喝可以代表一切佛法，人家可以讲出来的，能够讲得出来，他能够代表一切佛法，这非常有名的一个公案，非常有名的公案，叫做一喝能透华严五教，一喝喝一声就可以透过都就可以具足华严无教，小时众等缘的道理全部在这一喝里边具足。你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嗡阿拉巴达滴滴，能不能透过？能，但是要实修实证才能，绝对不是讲道的，那是修道啊。所以这些呢，对这些方法，对这些这个修行的具体的实相，对于特别是修行的真正事实的一些方法，阿含经里边完全具足。只是因为阿含经在我们佛法的流传当中，特别是因为判教的关系，把它判成小教，所以大家都想大的不想小的，很多人不去看，可以说几百年来很少人去看这个阿含经，那就把佛法的根本慢慢的远离，越来越模糊了。就说我们到底佛法，我们现在出家到底要求什么？第一件要做到的事是什么？模糊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要出家，出家要做什么？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要做什么？弘法利生。啊，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讲，但是怎么能够弘法利生？没有去戒，人家会怕你；没有去定，每天都在烦恼当中，你弘法利生？没有会，自己讲都讲不清楚，何况给别人讲清楚呢？所以古人说，自己都是昏昏，何找他人聊聊？不可能的。休息一下，谢谢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们现在继续啊，继续讲。所以这个我们修行第一步要修止啊。按照天台讲什么，我们有三种止，叫体真止、方便随缘止、习二边分别止，这三种止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这本经上呢，主要是讲的体真止。所以这本经的体真止是怎么说？所以佛开始就是告诉你，佛给文殊菩萨说的，文殊菩萨请问的，就是佛的本性、本地法行。什么是本地法行啊？圆觉，清净圆觉。那我们如何修圆觉啊？有圆照清净觉相。所以说先体会，先了悟我们的佛性哪个人具足的，把这个心指在这个具足清净圆觉心上不动，那就叫体真止啊，体真止。所以说我们这本经的这个修止呢，后面会讲到最重要的方法，就是一个先把自己身心内外一起放下，放到无处可放，那这个一切想就停下来了啊，就停下来了。所以说那修持的方便呢，是这个具体的方法呢，放下。那方便呢，知妄念起，一知妄念自然就放。所以说我们在修止的过程当中啊，一是把你的专注的对象要非常的明朗啊，非常的明朗，然后你的觉知要非常的清楚。这样的话你觉知妄念起，一觉知妄念就走了，那你还是恢复到你原来的念对象上，那你的这个止呢，就在这个来回再来回来回跟妄念的在妄念的起伏、妄念的起灭当中练到你的心了，你的心就越来越专注，越来越稳定啊。专注跟稳定是止的一个内容，专注稳定啊，专注稳定。但是呢修止是无分别的，不分别这个镜像，只是把你的心安住在这个境上就可以了，那叫修止。寒山大师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真止，就是把自己的妄念它自然就空去了，就能够体合真心，妄想不生，在我们的妄念就自己就离开了，就叫体真止。你要体与圆觉体性相应相合，那你的妄念自然知道它是妄的，自然知道它是幻的，就这一支幻的妄的他自己就离开了，这才叫做止。那达到这个时候止呢，就叫正念了，正念离念啊，正念离念。那按照瑜伽师地论呢来讲呢，我们修止有方便方法啊，修止有很多种的，很多的这个修行的对象。在这个清净道论里面就有40种修行业处啊，哪40种到时候我给你找给你们啊，40种修行的业处：不净观、属息观、这个十片处、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室，十片处也是修止的。楞严经里边大家有看过吗？那修水观的也是修止的。我们一般说这个念佛是不是修止？方便随缘止啊，不净观是止，属息观是不是止？是，慈悲观也是止，都是修止的。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明显的对象，然后把心安住上去。所以说我们修慈悲观，这是南传佛教里就有修的，
就是我们根本的佛法里就要叫你修慈悲观。慈悲观并不只是与我们大圣相见才讲慈悲的啊。所以说这个修止呢，是一定要先找一个非常确定的对象，确定对象，或者是修不净观，或者是修数息，以呼吸作为你的对象。一般呢，这个在阿含经里说，佛有两个甘露门。所谓甘露门，甘露在佛经里边意思说你喝了是不死的啊，意思就可以了生死的。佛有出门，佛有两个门，一个是不净观，二一个就是熟悉观。那不净观呢不容易修，熟悉观很容易修啊。不净观不容易修，为什么不净观不容易修呢？按照修不净观的传统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尸体看着他，看着这尸体死了变了这个脓血了，烂了，一块一块的掉落了，里边长蛆了，被蛆吃完了，留下一堆白骨了。要有实际的看，你才能够就取相修止，取相修止啊，这是一个修行的对象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你哪一天取相成功了，你可能会被吓一跳，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，回到房间满屋子都是尸体，吓死了，是这样。那修数息观呢最安全啊，最安全。而且数息呢，呼吸呢，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可是我们一般人呢从来不注意自己的呼吸。呼吸，佛说佛人我们的生命在呼吸间，呼吸是最重要。可是基本上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呼吸的。所以佛在中阿含经的大念住经里边就讲到说，我们先从哪里啊，从呼吸开始看，知道呼吸出，知道呼吸进，知道呼吸长，知道呼吸短，知道呼吸出，知道呼吸细，从这个方面入手。呼吸是你专注的对象，专注的对象就把你的心系在呼吸上，呼吸作为你细心的装装，那一念的念心作为你系住你心的一根绳子，就叫正念啊。这是修止的开始。那修止开始如何到达色摩他？按照无着菩萨的抉择呢，要经过九个次第啊，九个次第。它里边九个次第，第一步叫做令住。我们刚开始绝对不想住的，绝对住不住的啊。你叫你看着自己呼吸，可能看了几分钟就跑掉了，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有经验的啊，我相信大家都有，不管你哪一个法门，总有一个修行的经验啊。比如说念佛也好，刚开始修念佛的时候，念个十句已经阿弥陀佛了，第十一句就开始跑了，跑步了，是不是有这经验吗？啊，所以第一步，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念，把自己能念的心安住在所念的经上呢？就是命令，叫令住。非常粗暴的命令你住在这里，用自己的念心把自己的心，把念的力量把心给捆在佛号上，捆在呼吸上面，这是第一个，叫念住，令住。令住叫这样调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所以刚开始很用力的，你念佛，你如果真正练习一个念佛，真正练习过念佛，你做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一坐下来，比如一个小时为一坐，你会念到满身是汗，几件衣服都给你透湿了。因为不只是体力劳动才会累的，才会出汗的，心力劳动，心力练习才会真正辛苦。你会练到几分钟，你要练到半个小时以后，你会念不下去，心力没有了。心跟身是一样的，我们挑担子挑不动了，就是挑不动了。你念到一定时候，你就是念不下去，下一句佛号就起不来了，念不起来了，就会有这种现象。那是你真正用过真正死，叫做死功夫，就死人的功夫，那才有办法，才能够把这句佛号打到你的心里面去，用钉打到你的心里去，才有办法不会脱了。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练习以后呢，你起码要练呢，如果认真练，一天练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的话，这样认真练呢，练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呢，你可以进入第二步，
就是续住，继续的住在佛号上。你从刚开始的十句，你现在可以住到100句，你可以住到5分钟，现在可以住到10分、15分钟。这个当中的念头妄念拨不进来，古人说练用功要用到水也拨不进来，那是有办法，铜墙铁壁一样啊。达摩祖师不是说吗，要心如墙壁，这个时候别人跑不进来啊。那第二步就要达到续住，那续住再继续用功，还是一样用心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放松你用心的力度啊，放心的力度就是一定要抓着，能抓抓着。想想我们看东西看模糊了，眼睛应该瞪得瞪得大大的看它，你才有办法定得住，不然呢很容易就跑掉了。我们的心非常的狡猾的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非常的狡猾，他都跟你玩什么，玩躲猫猫，一不小心他就躲开了。只有你明察秋毫的那种，像那个两个铜铃一样的眼睛，你才可以看得住他。那再练一个两个月呢，你可以定到达什么，如果真正精进的修行，你会到达第三住，叫做安住。好了，这个时候起码你的心啊会安住在佛号上，不会那么用力的，不会那么用力的，能够住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呢正知心稍微弱一点呢，还会被妄想心冲走啊。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吃力了，叫做安住。再继续安住，安住就是初步，到最高处的安住呢，就叫静住，静远近的静。这个时候你能源的心跟这个佛号跟这个呼吸会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宁静。也就是这个静啊，这个静的意思代表一，你所缘能源越来越容易安住；二一个呢，内心你的心越来越清，越静，越接近什么？越接近于离念、无念。只有这一念，念念真念叫静住。再练习呢，这个时候你会有时候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障碍了，觉得说我可以了，我已经修到了，为这种烦恼的心会升起了，就是我已经念成功了，我不念了。所以这个心要给予正确的给予调伏，所以第五住叫去调伏住，要连不念不想念的心也要调伏它，不但是调伏妄念，调伏昏沉，连这一念觉得自己已经证得不错的功夫了，满自满的心要调伏它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很多人到了这里修不下去，不修了啊。为什么？当你这个安住跟静住的时候呢，你身心会产生变化，首先身体会产生变化，身体会得种一种很粗浅的清安现象就出现了。这个时候你的腿本来是坐一个小时腿不行了，现在坐2个小时不痛了，你会有这种现象出来了。然后念佛呢，你刚开始念的时候很用力，很直取，这个时候念得很顺畅，佛号不要很用力的就提出来，自然都多就这个里边就出来了，会有这种现象。那这时候你看到呼吸呢非常清楚的，而且呼吸会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明显。然后呢甚至有感觉你身体吸进来不只是吸不停，好像没有停止的样子，呼出去也没有呼完的一种感觉，而且吸进来不只是鼻子吸，全身毛孔都在吸，你会身体会产生这种变化现象，身体会越来越感觉非常清爽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会掉落，不修了，觉得自己成得不错了，自满的心就起来，所以要调伏住。那个调伏住以后呢，接下去就好了，就叫极静了。这个时候外离妄想，这个外离攀缘，内离妄想。这个时候你的心非常的宁静，叫极静，叫极静住。哦，这个时候用功起来，用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你会真正说，会感觉到什么？这一天如果不去用功的话，心里非常难过。这才是你主要的生活，才是生命的根本。绝对你会体会到这里的。然后再持续的话，就叫到第七组，叫极静组，极端的极静，极静组。那个时候身心，你甚至经常会念到身心落妄，佛号不停，呼吸
这个时候也变化了。那再接下去呢，就专注一曲，第八座就专注一曲，只有专注一个地方，从此在心，你稍微不是很大的妄动，不是很大的烦恼，不会动到你的心了，就专注一曲，一曲，哎，六曲的，对，专注一曲。这个时候用功用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真正会体会到佛没骗你，出家没白出，哎，出家一点没白出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身体是无上的宝藏啊，当然就小心哦，不要贪着身执啊。那很多的气功状态就贪着这个，贪着这个身体，就在这个当中开始修了，修炼了，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啊，虽然知道老了会坏掉，那我自己干脆不去投胎别人家，我自己修一个婴儿，让自己这个身死了，就灵魂就住在自己另外一个身体上，就修阳神开始了，叫外道的修法。那我们这个初世法呢，再次续修，再次续修，再次续修到最后叫做平等慈心，叫第九柱平等柱，平等柱。那时候平等柱才是子相，才是真正的得子，而且这个时候身清安心清安就升起来了啊，确定升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才叫做正什么他，正什么他。到了这里呢，就开始作为分水岭了。我们到达这一步，修行到这一步，外道一样得到。所以说圣母他是外道跟内道相应的，相共的，共同的，共同的，不同的外道就从此打住，抓着这个身体不放，在这个身体上执着，让他能够长生不老，多活几年。那佛法呢，不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把这个专注的心离开定境去观察，升起分别的念，观察什么？照样观察这个身心。这时候这个身心的现象你就看得一清二楚。身心的现象一清二楚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无常。你会这个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身是无常，心是无常，才知道无常是停不下来，是逼迫的。年轻不会永远年轻，所以苦啊，哎，所以世界上很多人年轻人很苦，到一定年龄就苦了。年轻的时候还很漂亮，很美貌，可到了三十四十，你知道四十的人，到了四十岁的人，全身都往下掉，脸也往下掉，脸皮也往下掉，眼袋也往下掉，都开始了。所以现在社会上，特别是女生，美容事业非常发达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想青春永驻，可是能永驻吗？苦啊，这就是苦心。就在这个当中，所以苦不是佛说的，是世界的真相，是你内心的真实感觉。那从年轻到老，有一个主宰的吗？不要摇头，要亲自去看到。真的有一个主宰的吗？有一个人是你老吗？这就是身心自然的变化，身心自然的生命，多次的生命，久而久之以后，就像衣服一样，多次新衣服，到时候穿了几次以后，洗了几次以后，不就变旧了吗？谁让它变旧啊？你穿它，脏了洗，洗了再穿，穿了再脏，脏了再洗，就这样给洗旧了的嘛。它不会自然旧的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当中你会亲自体会到，没有当中没有一个做主的，你会破除我们无始以来以为有一个东西在生在灭。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进入观修的现象，就是说生起观了，起毗婆舍那了。所以毗婆舍那要在什么基础上？一定要在平等慈心的基础上。所以说平等慈心前面的八柱就有为的，都是要作为的，都要作为的，一定要用心，用心去体念，去注意，去安住。到了平等之心这一念呢，不用的，叫任运而住。我经常比喻说，像这个前面这几个心啊，就像我们
我们国家不是经常发射那个卫星吗？大家知道哈？那卫星用什么东西可以把它送到天上？要火箭、火药。我们前面八种星就是火药，火药烧光了，刚好把那个卫星放到轨道。这个时候还要火药吗？自然而然就不用，火药不能再有了，再有就麻烦了，射出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卫星就自然在它的轨道里运行，那就叫任运而住。所以你心我们修到平等慈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会体会到，慢慢会体会到，念佛不用力念，也不用嘴巴念，自然会念。用心不用用力去用心，自然心就能安住在这里面，不会动摇的。所以这个按照于其斯丁顿的教授呢，要通过这种九种助心的练习，你才能够达到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基础，最基本的一个基础。所以这些教授都有，这些教授都有，可是具体修行行人有没有呢？不多。那我们这些佛法是这个，如果通过这样的修行，如果这个拿一个学气功的看待，说这个是最高级的气功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级的。所以我们世界上有的，我们佛法完全具足，可是我们用了没有呢？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检讨的啊，需要检讨。所以说每个次第都非常清楚的啊，非常清楚的。有了这个教授，可是我们不用，到最后就是哎呀，这也修不起来的，念就什么其他都可以了呢，就变成说啊，别人想修啥，你这个业障鬼，你也不用修了。希望别人都跟你一样，在窝里待着，不要飞起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丈夫只有冲天志，要练习啊。丈夫不是男的女的，男的女的都可以当丈夫的。在佛法里讲，没有说分男女之丈夫，能够断烦恼，能够生智慧，那就是丈夫啊。我们这么在这个微妙的佛法当中，我如果包发起勇猛的心，我去取证，那说自己是大圣行者，我才不相信，鬼相信你。地藏菩萨说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我们修这个法不叫你入地狱，叫你入极乐世界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也不想入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啊，大的麻烦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只是在这个讲课当中只是带一带给大家讲个名相。如果要实际的要修持呢，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的镜像，还要具体的这些操作的练习方法的啊，这些需要真正是安下心来，静下心来，定下心来，我想修，那就开始修了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三天打鱼四天晒网，佛说的最好，不可能嘛，你只是讲的嘛，讲到做不到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呢，这个我们修行当中的身心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清安的问题。亲爱的们，你一到达这个，我跟到达静住安住，你就开始有一点最初的清安就会出现了。清安一出现呢，昏沉就少了，啊，昏沉就少了，身清安，心清安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听课也好，打坐也好，念佛修行也好，为什么会昏沉掉举呢？就是身不清安，心不清安，就是身出众，心出众。在这个俱舍论里边就，身体出众，坐在那里。坐在那里啊，终于安静了，所以好好睡觉。终于安静了，身体终于安静了，就睡着了。然后平时很乱，平时很忙，啊，心呢也一样，终于安静了，这个时候可以打妄想了。平时妄想还不清楚，这个时候妄想好清楚，啊，谁欠我多少都清楚。啊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身心要调？靠我们修行，靠什么？修止的力量，调。身一调，调的一定程度，哇，这个身体开始转变了，开始转换了，开始身体转换的非常的清丽。坐在那里，腿也不通，身也不通。什么时候身体可以转换？就是你的气脉通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调身以前一定要姿势要正，位置要正。你身正，气正，气正容易气血容易通，身体循环一好了，里边的毒气里面的杂质就可以排出去了。其实我们身上的毒很多，现在更多，
空气当中的毒，饮食当中的毒。现在的饮食，现在很多青菜都很多农药的，那不是毒吗？啊，非常的多啊。加上我们心里也有毒，什么毒？贪嗔痴三毒，这个需要排毒。所以说我们初修的时候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。所以有些人打坐突然就坐坐头痛的妈不得了，排毒现象，毒气排出来了，不顺不通，所以排到上面，所以你整个人还不调的时候就这里窜那里窜啊。有人修行修修这里生个疮，其实是好事情，不要怕，排毒呢，排毒，这是真相，真实现象。那个我看到以前那个谁，一个禅师，不知道是智伯老人还是谁，在那个金山打坐后面生出一个毒疮，生个毒疮出来，那都是排毒的现象。后来他就发愿啊，我这个禅住这个禅修结束，我要开始念多少部经华严经来回向一切众生。发了愿以后好了，禅住完了就开始念。所以这些都是心毒跟身毒的过程。所以我们修不修行呢，相安无事；一修行呢，哎呀，事情都来了。所以千万认知要正确，不是修修而出毛病，而是你本身就有毛病。修呢，就把这些毛病提早的爆发出来，提早的给予治疗；不修呢，越积越重，越积越重，重到最后你扛不动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啊。所以这些呢都要注意，这个姿势要注意，身台身体体位要注意。我们说毗卢遮那七支坐法，这都要注意。头要正，肩要平，身体要端，啊，这个腿要盘，要都这个都要练习好。而且最重要就是说，先不要练习夜不倒单，啊，得定以后你再慢慢练习夜不倒单。不然的话到最后身体不倒单头倒单。我在四川看到一个老禅盒子坐禅堂出来，到最后他的头是这样子的，哪不这样，不可能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很多坐禅的人，我去禅堂看，一坐一开始就睡着了，一上去就是一会儿几分钟就睡着了。你说这个有定是骗人的啊。啊，坐到最后、背也驼了，腰也弯了，说这个很有定力，说禅堂出来鬼相信你，这个千万不要去相信，这就邪知邪见。一个正常的修真正得定的人，他绝对身体不会弯的。你们自己要去修下去，你会感觉到最后，当你身心相应的时候，这个身体不是个身体在做，里边只是一股气在挺着。你看气球有弯的吗？气球有弯的是吧？有啊，有，那小孩子玩的有，弯过来的有，哎，那是晕自己那整个里边，这个完全就是一股气在动，一个气在挺着，不是你一个人要坐着。我们要如果硬是憋着自己，你非憋出病来不可，哎，到那个时候完全不是用你的力量，而是自然有一股力量往上撑的，往上挺着，就像那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像那个菜市场里卖肉的那个肉架上，那个肉挂在肉钉上的挂着呢，身体是松的，可是精神是集中的，身体是不会倒下来的，是这个现象。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认知，要了解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只是要现象也要懂，那修行的内容次第方法呢，也一定要具备啊，一定要具备。所以这个得知是我们修行的成功的第一步，一定要先了解这一点啊，一定要了解这一点。不要我们看到古人的传记的时候，看到那些人这个有神通，那个可以放光，这个可以那么自在，生死那么自在，他都是靠死功夫得来的，不得止没办法啊。所以不得止呢，在佛法里说，你不得不成就止，几乎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成就。佛的一教经里说的，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如果不自心一处，有事可办吗？反过来，你要念经，要念反过来，不要一天都顺着念，
是不是如此呢？就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看，还有一个，我们看看世界上的为人，他都是得子的人，心力很强。我们经常形容这个人是中流砥柱，那一个中流砥柱很难的，抵不住你就麻烦了。我们的中流砥柱抵什么？抵妄想分别，抵昏沉睡眠，那你才能够成就啊！不可能，不然的成就不了。所以学佛修行，第一步要得到智，没有得到智很难啊，没有得到智很难。那我们这个刚刚讲说轻安，当你得到轻，身轻安，身体走路也轻盈了啊，但不叫你跳啊，那心也清丽了，叫你住就住，叫你关就关，这叫心清安。而且呢，你一住上去就不会跑掉了，非常宁静，非常安住，轻轻松松的一路到底，叫心清安啊。那身清安有个现象的，当你坐的时候，当你坐突然间感觉到，所以这一点呢也要告诉大家，如果大家都遇到了也不用怕，突然间感觉到哎呀，这个头顶刚开始的时候头顶很重，好像有个东西压着一样，慢慢突然之间这个重会变成一股凉爽的之气，从上一直灌到底，就这样开始。这以后你整个身体好像被触电触到一样，哇，整个身体就松掉了。那这是初得清安之相，初得清安之相。那清安呢也有两种现象，一种刚刚这一种是上先从头顶发，但这种呢比较容易失掉啊，比较容易失掉。二一种呢从脚底发，当你盘腿，心非常的专注，身非常的安定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从你的涌泉穴好像有一股电流一样往上窜，一直窜到你的头顶，整个身体就在这一股正气当中。这个时候的身体最容易忘掉了，没有了，你在定境当中你找不到身体的。这个清安的发起呢，那修行有一定的底子了，但是注意不能贪着，马上给予关照。所以马上这个时候叫转落，马上给予关照，请安，不能贪着。这个时候最容易贪着，一贪着就在这个地方，那久而久之这个清安就失掉了。你一不贪着，这个清安不但会不会失掉，还会越来越微妙，越来越细腻，越来越增长。你如果一贪着，一坐在那里边，哎呀好啊，我是终于得到了，哎呀这个好，很快过了几天慢慢就出掉了，慢慢就没有了。到最后你想他，每次打坐就想那个味道，从此不来了，因为你那个想把它挡住了。无念才是正念，无念才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才能生清安行清安。如果你一执着，那就有念，有念佛也变魔，就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这个第一步成就了以后，我们要继续往下面走，不能再停在这里，不要得少为足，不要得少为足，这只是暂时得到的一个身心的清安现象，身心的禅悦的现象。我们为什么要修止？大家注意，就是为了修观。如果不是为了修观，我劝你们不要修止。不但不能断烦恼，还会执着，还我执身见更深啊。那修止就是为了修观用的。比如说我们每天去锻炼身体，把这个手臂练得非常有力，你手臂有力以后做什么？好好的为众人服务嘛，哎，好好的拿把刀来切菜，给人家做菜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然呢，你这个手臂练起来干什么？做马首先生啊，不是为了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佛法说，我们修止就是为了进入观的修行，修止就是为了准备一个修观的最基础的条件。现在科技说最基础的平台，操作平台，没有这个平台，你观是修不起来的。我们说断烦恼、出生死，那只是一句空话，跟你告诉你，佛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啊，下面我们看到下文。恒作十念，我今此生四大和合，所谓毛发爪齿皮肉筋骨睡脑勾摄，皆归于地，唾涕能脓血精液涎沫痰泪精气
大小便利皆归于水，暖气归火，动转归风。四大各离，精则旺盛，当在何处？既知此身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十同幻化，四曰假合，妄有六根。先观我们的身了，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的心一专注下来以后，这个时候刚好起用的时候，是吧？所以昨天跟大家说，当你心细下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调，调了以后它住了，住了以后这个住的心刚好用心，刚好用心啊，刚好用心。所以古人也讲，我们什么时候用心呢？要在无心的时候刚好用心。无什么心啊？无妄念的心的时候才能用心。那这个心呢，常常用就是常常无。常常无的意思，不要用了以后不是要再执着在境上，还要持续持续持续，才能够换离了，能离换的离还要离啊，离千千千千也无所离，才能够究竟圆满。所以修行是绝对不能自主的，绝对不能自主的。佛说那得了子以后做什么呢？好了，开始观想了，说横坐思念，这个念就是思维观想了啊，观察了。观察什么？观察我是身心四大，我自身四大合合。我们这个身体，看自己身体，你要把它剖解开，把这个身体剖解开，就是四个元素所组合。那这个四个元素，你再跟你相应的解剖开，地的元素，我们要观的，要观察，在这个定当中要开始看了，要把自己的心提上来，看自己的头顶，头顶上有什么？毛发。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？头皮。再往里边呢，脑髓，头骨脑髓，就这样一下慢慢关下来啊。或者说从皮上，皮面上毛发爪齿，这都是皮上的。那这个再往里边呢，就是皮，皮里边是什么？是肉，肉里边是筋，筋以后是骨头，骨头里边是什么？骨髓，骨髓啊。那我们看到脑，脑里边脑壳，骨头里边是什么？脑髓，沟壑，脂肪，这些都归于地。这个呢，这个修法呢，这样的一个观察呢是不够细腻的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后来呢，大乘佛法里边有这些，这些是什么？阿含经里边具体讲修的，南传佛教里边他的修法一点没失掉，具体有方法修行的。我们把这里边把它分开来，先做观察，先要看你在定当中念，你的心念一到了毛发，你就要心里要个标签，这是毛发，毛发。然后呢，到指手指，这是甲指甲，牙齿，这是牙齿，要清清楚楚的念，心跟境要相应，看到毛发。但不是眼睛张开，就是眼睛闭着，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清楚啊。毛发、爪齿、皮肉、筋骨、睡脑、沟舍，就这样念。每一个东西，从头观到脚，从脚观到头，就是这样观察观察观察。这个呢，观察完以后呢，这就是这些观察到的都属于什么？都属于第一个地大元素。再观察我们的唾、涕、脓、血，这些精液，就是每个骨头里边的那个润滑液，痰、泪、精气、大小便利，这些呢都归于水大。要念的，要念到，要观察得到。再观察身体的体温，这是火大。再观察我们的呼吸能动，身体能转，那都是风大。在多次的观察，多次的观察，你的心思，这些每一个元素，每一个分解物，都是要你住心的地方，都是要你住心的地方。所以说，止跟观是不同点在哪里呢？止是止在一个地方，是不动的，是不分别的；观是观察在多个地方，是动的，是分别的。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就不直接修观呢？
因为心不够稳，本来就妄想很多，所以你在观的时候同时就观妄。所以先让你练习心能够专注，能够让你专注到练习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当你看什么，当你要念什么，就能够非常稳定专注的念一个对象上，是这样的一个练习啊。当你这个练习够了以后，就开始观察，观察身体的四大元素，四大元素每个分解开来的分解物，每一个都要通过无数次的观察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升起一个什么一个现象呢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智慧呢？即知此身静，即知此身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实通幻化，这是智慧。见身是幻的智慧升起来了，这个是这个智慧升起是需要上面的多次的观察，多次的观察，这个智慧升起是非常决定的，非常确定的。即知此身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实通幻化，这个在你内心升起一个决定的智慧，决定的智慧，从此不再认为这个身体是真的，从此不再认为这个身体是单一的，是实在的，这个智慧在你心里就升起来了。所以什么时候让这个智慧升起呢？比如说我们要观，要从毛发抓起一直归观到动转归风，这样的一个观察，要观察一万次以后，你才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知，决定的知，决定的智慧，不知此生生毕竟无体，这个智慧。那我们现在观了几次呢？可能观了1000次，那你还有9000次要做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说那这个观的升起，这个智慧的升起是非常清楚明朗的啊，非常清楚明朗的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四大是总和的身体，